葩发型，年年有奇葩的刘海倒是不多见。今天我们来挖一扒古装剧那些特别稀奇古怪的刘海造型。先来一波美美的奇葩刘海，穆婷婷在土地公土地婆里面的造型真是美到没朋友了。整体粉色的装扮走的是清纯少女路线，刘海被编织在了一起，斜斜向下延伸，倒有些像三七分的发饰。赵丽颖的刘海就像一张蜘蛛网，每个节点上还点缀了一颗珠子。虽说赵丽颖的嘴唇涂得太艳了些，还是不妨碍她美美的。接下来请欣赏一波簸箕版刘海。首先是在大清后宫之还君明珠里打酱油的千岁红，作为一名青楼老板娘，她的扮相可真的是精卫天人啊，刘海编的特别有韵味，蝴蝶发饰也很漂亮。最早带我们认识这种奇葩刘海的还是杨门虎将里的潘语嫣，整个额头右边都被一张簸箕给覆盖了，这个聊斋志异里的龙女，簸箕编的也太密了吧。还记得浣花洗剑录里的白水圣母吗？她还是清平山庄大小姐白艳珠的时候，头上就罩了张簸箕网。其实奇葩刘海不一定要编成怪形状才叫奇，像这样的刘海炸一看见也觉得奇，甚至这样的故意被造型师一刀切两刀剁了，还有这样像扫帚的，你说这些刘海奇不奇？版权声明，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。